ha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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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y完全没有关联。昨晚真是激烈，对啊，昨天晚上真是吓到哎、欸，吓爆！哎呦，这种是我前几天都没时间玩游戏，就是一直在上班。看看你跑那么快，我还好吧，我就只是开了个盾而已。我物理没跑啊，我在那啊，我好好的守在原地啊，我只是开了盾，呵呵。今天晚餐吃锅贴，锅贴です。周五又有龙火了，这次不是练习赛了吧？这次好像是正式来了，搞不好上次是因为练习赛，所以才那么多人没来。哎，小 ，Hello 大家，吃锅贴。原味锅贴です。还是练习吗？真的？Hello。好吧，你工作时间那天几点下班啊？应该可以打个一样11-12点吧。对啊，你早吃晚餐，这其实是我今天第一餐。想开的辣酱，那差不多9-10点下班。还在上半天放着听，好哟。Hello 阿晨，小霞又在什么？小硕又在小小空间奋斗了。どういうこと？Hello 艾拉 ，Hello 冯亮，嗯，编织八方。
们说我换了新手机壳，超可爱，是不是很适合我？非常适合我，就是一个糖糖，是我吧？是吧？而且我床单刚好是这个颜色，然后看起来就像躺在我床上一样，是不是？这还原度非常高，超可爱的。我去买恶魔壳，我看很久了，因为我之前玻璃膜整个爆炸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我之前不是用那个150的那种便宜手机壳，就它完全没有保护到我的手机，然后我的玻璃膜就起勾勾，然后我这次我就顺便去换玻璃膜，我就整个大换新，这样，躺得很舒服的感觉，嘿，躺躺非常好。我们闲聊一些有的没的话题，然后去汉口那天我就是看我朋友班，就是那个三创楼上那个朋友班，然后我今天应该还有播个两小吧，今天有自主练但是超晚的，所以不急。 Hello 小英，我就是看了三创楼上的朋友的班，然后听说那不叫女仆店，所以那到底什么？听说是偶像店，不是女仆店，很伤心耶。我原本以为他可以帮我施魔法，我就一直跟他讲，哎，你可以帮我施魔法吗？然后跟他讲，哎，我要吃大卤面，他是超傻眼。我就想说，我一定要点大卤面。对啊，居然不能点大卤面，然后还不能施魔法，气死我了！没有啦。就是他那天戴假发，然后我一瞬间没认出他，超好笑啊！谢谢小英送了好多香槟，谢谢。为什么有发生什么厉害的事情吗？谢谢。天哪，谢谢六连击耶！然后没有啦，我真的觉得他们家餐点蛮好吃的，我觉得。我不太知道，就是这种咖啡的，价位应该要在哪里？但我觉得他们家餐点蛮好吃的。我是吃甜点，没去过不知道行情耶，我也是。你上次去被跟踪，然后我就问他说，哎，你记得我上次有粉丝然后来这里，然后他就是一堆一堆我粉丝来当电灯泡那一次，然后他就说他不记得你们，我问他为什么不记得，因为蛮大一群的，他就说哦，因为你们没有买他拍，哎呀，听懂了，
瞬间听懂了，你们都没有买他牌，哎呀，原来是因为没有签到名字，所以就不知道是谁，哎呀，居然买牌了，对，记得买牌啊。他说他写过的名字基本上就会有印象。阿班有啊，阿班卖拍就是那个啊，升学灯，幼稚园，麻烦大家赶快下单，剩半小时啊。24岁小朋友，然后大家赶快预购。24岁小朋友，麻烦大家记得预购24岁小朋友，剩半小时。小朋友错过就没有了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下次儿童节我就25岁了，哭啊！名字的部分，名字的部分就要买，就要办会员呐、啊。你看这小朋友大我2岁的。总之我是觉得他们家的餐点我觉得还不错啦，然后那饮料大杯到我真的是喝到肚子非常非常饱，真的是。要修狼的那种程度，但会员卡不是有5000。8岁，你确定小朋友？哦，我16啦，你最好是16岁啦。对，总之算是我去他们店里消费，然后觉得打量，觉得那个光太强，先关掉。然后我那天就遇到一个女犯。我那天就去的时候，我是特地带妈妈去，我就想说，哎，带妈妈去，如果遇到粉丝，我也比较好应对，就是至少不会很尴尬这样，一个人很尴尬，就带妈妈去，然后结果我就遇到一个超可爱的女犯，然后她就一直很紧张，超好笑，她就坐在我旁边，对，我要卖她，她就坐在我旁边，然后她坐在我旁边，她是点餐的时候，然后她才发现我坐在她旁边，然后他就超惊慌的，他从头到尾用餐都非常之惊恐，超好笑。他说他平常在路上如果遇到成员是拔腿就跑的那种，就是绝对不会上前去打招呼那种，就拔腿就跑。然后那天就是为什么他看到我没有拔腿就跑，是因为他已经点餐的来不及了，他才发现旁边的是我，超好笑。而且是因为就是我跟我朋友在那边弄那个，就是桌子会晃。然后我们在那边垫卫生纸，然后在那边讲话的时候，他可能有听到，然后往旁边看了一下，才发现，旁边怎么是阿盘？嗨嗨，好巧、哦！然后就店里的其他店员过来，他们讲说，哎，你们认识吗？然后他就说，没有认识，认识会出事，超好笑，超可爱，超好笑。就是你不要那么慌张。然后我就从头到尾吃饭，我。吃东西，然后我都不敢转头看那边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很努力的在避开他，就是让他不要这么不自在，超好笑的。重点是人家是品寒推，笑死。他也跟我说对不起，对不起个毛啊，笑死。
Hello Happy 的饭圈的幼苗有够可爱的，天哪！对不起，你不是我的腿，笑死。从那天开始就变成他的腿，真的吗？哎、欸，出现了少峰 ，Hello，Hello， 救命！你不要叫本人来啦，人家会害羞啦。跑店也可以夹腿偶像，以后不跑了，亏爆！夹腿应该要多花多少钱？瑰宝，不是，然后他，然后，这位心理就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啊，他怎么感觉在直播上好像比在外面还要再放松很多，奇怪啊，怎么这么放松？等一下，我很怕他倒出来，我的酸辣汤。那你要对人家亲切，我很亲切吧？拜托，我超亲切，救命！我只是看起来很像大叔而已。但还是亲切的大叔吧。不要说我不停压盘，帮发一张推广券，亲切要让人害怕那种吧。好啊，你们这样黑自家小巷啊，好啊。好笑，反正就是我那天一整天，然后我吃东西哈，我就很不敢往那边看的嘛。然后，我觉得从头到尾吃东西哈，都这样子缩着。超可怜，我都很不好意思，我还想说还是我要换位置，超不好意思，害人家用餐超不自在。很荣幸遇到阿潘，您也太谦卑。哎，真是不用那么紧张啦。我遇过谁啊？我遇过黄鱼啊，还遇过谁？有对话到的，也好几个啊，还好啦。牛排应该是最常遇到的吧。还好啊，真的遇到就是聊天啊，没什么，就聊聊天啊。跑外送才遇到牛排，牛排怎么听起来好像无所不在？哼哼哼。Hello， 钟颖。什么什么？我错过了什么？
没啦，叫你们去 KB 要记得买拍而已啦。人家都记，人家不记得你们，遇到就告白啊，没什么。哎呦，居拉米，以后我记住你这句话，哪天巧遇你就好好给我告白啊。算了，搞不好你开口之前我就想逃了。你要不要切很多块吧？你说牛排这样。不是啊，重点是我真的对这个名字很有印象，就是那天遇到的饭，反正我就是真的对他的名字有印象，但是我也忘记到底是在哪里看过。你们也知道我也是弄海巡署的，所以可能我会开个直升机，然后那边800英尺、500英尺降落，降落没有降落。你煮水泡吗？哎，有可能哦。九天玄女为指定姐妹，遇到真人一定是不会啦，遇到我通常都不是我家的粉丝，才不会有这个问题呢。我家的粉丝通常都是没认出我的那个啊。也是一家跟栗子，酷哦！还在路上遇过谁？遇过谁？萨格，遇过谁？遇过 N 弟弟，遇过阿尔法，还有谁？遇过很多人啊！大捷运就是捷运的 N 弟弟啊，笑死！在路上遇过也是嗡嗡嗡阿力，我还有这种好笑，有一次是握手会还合照会下班，然后就在捷运站遇到饭，超好笑。哎，你要回家吗？哎，对，我也要回家，好吵，超好笑。我都是在梦中遇到，哎呀。九天玄攀，这里有人不知道那个梗吗？应该没事吧？不是照常继续走路，然后越想越不对劲。刚刚十分钟前的是不是？我想起来，有一次也在信义区遇到粉丝，两人组，我忘记是谁。所以你要吃加拿大的爆米花吗？降到。这样的，我也好想遇到，你知道我遇过蛮多人的，但通常都是人家没看到我这样。路上遇到还好，赶快跑就好。我坐下来才发现想跑都没办法，哎呀，为时已晚。这在我们业界是种福利耶。那这是你第一次在路上遇到吗？是吗？看到你绝对先石化，太夸张了吧！还记得某个人在捷运上被阿潘捕获？对啊，有人今天一直被拿出来编呢，是怎样？哼。再多编一下，哎，那个。就陈子豪被赶出场，太炸裂是不是？
遇到直接改外带不解释。你最好是去 KB， 然后你会改外带，你去 KB 改外带，我是不相信啊。下午好，差点忘记上来了，没事啦。天哪，累，昨天真的是被打很久，对，还被剪成精华片段。被编的人进来了，什么一进来是炸裂成这样，你不要欺负我们爪爪，没有啊，外带女仆，哇，外带女仆那可能超过低消很多、哦。可是很好笑，我那天去，然后我想说，就是我不知道他们店里的什么也会有例行表演，然后结果我吃，然后才跟我讲说，哎、欸，我等一下要去表演，然后就什么等一下去表演，什么你要跳舞，超好笑。然后我就在下面，我整个就是姨母笑，就跳得好好，笑疯。能来时应该要南部了，哎呀。什么？谁今天一直被编？就你啊，就你今天一直被编啊！我们在讲说，我那天去 KB， 然后遇到粉丝，然后刚在讲说，哎，没差啦，就是反正遇到也不一定会认得我，也不一定会看到我，然后我们就一直在编你。大家都一直在讲说有个捷运上遇到的，嗨嗨嗨。你不要一直编我们一集炸裂哦！被踢出游戏的慧香，超好笑！慧香那个真的超好笑。我醒来之后，我回去翻对话，然后我才发现，哎，慧香其实是开了两个账号。所以我们笑他的内容他都看到了啊。我还发在限动，对啊，超好笑。然后你 M 圈也是没什么同理心的，大家都向你看齐啊，土豆。很可爱，我跟你们讲，我那天遇到的饭，就是发现他品涵推的其实是我妈妈，因为听说他好像穿着品涵圣诞 T， 然后就他还跟我讲对不起。然后说什么哦，今天开始推阿潘，嗯，笨啦，笑死。然后直接圈粉，是笨啦。你还遇过粉丝穿着其他的圣诞 T， 我也不是第一次遇到穿着别人圣诞 T 的、啊，我还遇过那种那个包包上面是阿奇的吊饰，然后包包上面是林毅的吊饰，然后我都安安静静的就都走在那种人后面，最接地气偶像，谢了，真是谢了。原来被偶像跟踪的还有其他受害者，有啊，有其他受害者啊，但是就不是推我的，我就没有必要拿出来编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是谁啊。我想想要讲什么，然后那粉丝就跟我讲说他是加品涵的联盟，然后还一直没有被审核进去。
加入还不玩 YPP 联盟，欢迎你哦。你看吧，他 po 切记，我就直接问他，他被问当下还是很慌张，笑疯。真的、哦，平常那边满了、哦。哎呀，拍谁啦？我们 MC 人就是不多啊。我们这边还蛮大杂烩的、啊。我是神鸟，我吃锅贴，我吃八方的锅贴。小英把包包贴满阿班的周边，救命！真的假的？这边甚至有人还没回家，啊正！哎、欸，我们这边真的很多人，真的很多空位啦，而且你看。我们家大杂烩，其实大多都不是小芋圆吧，大家就是很大杂烩。你想想看，那个唯一一个25宝的，竟然是玉峰啊！玉峰，讲一个很失，不是讲一个很失礼的，我还在问我妈说：“妈，玉峰是谁啊？”超尴尬，超不好意思。妈，那个玉峰是谁？超尴尬。我旁边很凉，拜托来当我邻居啦！我知道，我看到他写通心粉，然后我想说，哎、欸，应该是杰星那边的吧？不是啊，为什么？不是啊，我想说，哎、欸，应该会冲前三名的，应该都是我们家的吧？哎、欸，就不是啊，冲前三名的，怎么回事啊？竟然不认识战神御风？对啊，我就想说，哎、欸，他很常在送资源给我啊，不是，所以他到底是谁？救命！超好笑。不是啊，因为我通常不会去关心别人家的粉丝，就是我不太认识别人家的粉丝。对啊，我太认识别人家了，所以就问一下妈妈，看妈妈有没有看过啊。YPP 一堆易燃物，动不动就烧起来，哭啊！偷拉了一个朋友进来，以前王国老玩家账号已卖，真的假的？妈妈反而认得吗？妈妈没有认得啊。通心粉好像管辖范围太远了。YPP 很多古籍。对啊，哎，其实 YPP 还蛮开心的啊。我觉得很多，你看我们有军师查查，查查是我们的神。是不是？我们都靠查查了。还有战神御风，御风人很好，还热心教我怎么点冲高战力，真的、哦，天哪，好厉害哦！但我们有军事有主将，还有吉祥物跟囚犯，囚犯怎么回事？囚犯是土豆吗？
救命，超好笑。还是那个吴家雄，就像阿正也会跑来我们联盟，我也是意外啊，我也是 一整个就是问号问号问号。就现在在冲，现在在冲等级，根本就也不是我，原本也不是我们家的粉丝，这才是我觉得最好笑的。所以阿正到底为什么不回家啦？阿正那么不回家？我们还有 BCH 好捧捧，我真的觉得超傻眼，超好笑的，很八七耶。而且你们有看到外交留言吗？我联盟的外交留言就是跑来，还跑来有人留言说，哇，真的有 AKB 耶，然后我就回你好，他很开心，我说你好你好，救命，超好笑。救命！小偶像其实是很尊贵的嘛，我怎么觉得大家没有这种感觉？大家就是哎，盟主还在线上，哎，盟主你怎么还在线上？我看外交留言超级笑死，天哪！我第一次觉得哦，我有被崇拜的感觉。大家可以让我有一点被崇拜的感觉吗？大家，不会，我跟你讲，如果是对岸的粉丝，我跟你讲，他们入坑一定都是入什么平韩零一坑，绝对不会入到我这边。他们就是都喜欢那种王道偶像，不干我的事，你知道吗？超好笑 ，BCH 哪里是好捧捧？他们超级不讲武德哎、欸！就是昨天那几个根本就是没有，就是他看到人家在打。他就只是来挖矿而已，他就是来当 ATM， 就把泪当成 ATM， 然后超傻眼，不讲武德哎、欸，这超不讲武德，他一点贡献都没有，他就是负责搬资源而已。对吧？直接过来捡，超没品的，超好笑。你如果说他一开始就加入，他还帮忙烧城。或者是帮忙打士兵，就算了，不是，那很明显就是累的士兵早就已经被打光了，然后他就真的只是来搬资源的，我真的就是哈，超好笑，对啊，我也是看他们搬超久，看得超爱困的，我真的是看得很想睡觉。好像累的资源多到我们自己都觉得，哎、欸，我们要不要顺便也去分杯羹？累还是开个盾比较好，他们会顺便打其他。不会，我告诉你，他们根本就随便乱打的，好不好？那个 DXY 的一来，他也不是先打累，他是先打别人哎、欸，他是先打完周围一群很弱的之后，然后再觉得，哎、欸，这个累好像可以打一下，超傻眼。眼睁睡醒闻到烧焦味，
都要长兵长好长满了，我现在要直接开24小时盾，除非我那天真的有空玩。我现在真的是，我这几天真的是超忙，所以我真的是没空玩。没事，我也去他们家宣传了你们的 IG， 谢谢。说我真的是胖不回来，我真的很努力吃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前两天我不是有一天那个11点才下班，然后那天就是我们有午餐跟晚餐，就是姐姐们都有帮我们准备。然后我午餐的时候，我午餐的时候我就没有想吃东西，就是只吃一点点而已。然后我就把午餐留到晚上一起吃，然后晚上我就一共吃了。我一口气吃了，虽然我没有吃很快，我也是慢慢吃，我就吃了一个便当，然后加一个大麦克，然后还有一杯玉米浓汤，然后还有一包大薯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半杯红茶，狂吃欸。现在有过瘦吗？有啊，现在就是43公斤，胖不回去。人家过来我这边连看都不看，我一眼直接去烧我右上方的泪，应该很明显就是他资源比较多啊。你都集中吃类似168断食，有可能欸。我一直在想说，我好像一直不小心的一直在奉行168断食，就是我通常我现在生活就是，我就算中午起床了，我也不会吃东西，我就是差不多到现在这个时间点，然后才会吃饭，然后吃晚餐之后，如果还饿的话，可能10点11点还会再吃一波宵夜。然后后面就都不吃东西了，所以好像一不小心就对，就是无意间的168，好像真没有用欸，完全没有在变胖欸。到现在愿意光顾我一下，只有我们的好 ATM AR， 笑死。那个 AR 也是每天都很努力不懈的在围攻欸，他到底有什么毛病？超好笑。我想想问，昨天打累的那个 DXY， 为什么他可以出兵这么多次？就是他的兵多到可以这样子分好几批出来打人呢、欸，很夸张哎 ！AR 还不搬走，很神奇，他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人。我的兵被打光了，超夸张哎！是不是改名字？对啊，但是他联盟一样是 AR， 所以你还是认得他，笑死！他化成灰我们都认得啦，打他！那就不要让我长大，我会找他算账。阿潘穿起袜子是等等要出门了吗？我今天已经出门过了，但是我晚一点还有自主练，所以我等下开完台之后就又要再出门了。哎呀，他已经化成灰，他跑不了。笑疯！我现在都懒得打，我想说，哎，你各位都一直在烧他，那好像轮不到我去烧他。啊！快乐开直播。他应该被打到没资源，升不了等，飞不走。原来是因为这样吗？我在升25层喽，呵呵，好可怕！我正在捡香菜，要预留阿潘一份吗？救命，先不要，桃花哥，先不要，手下留情。
所以龙虎礼拜五一样打23点嘛？我觉得打11点好了。等等要出去拿周边，先换另外一只手机来。每次看他领主被绑架都，我才刚撒完香菜，牙没喽，不要香菜。说到这个，我前阵子看到人家帮那个翁剪的 cut， 我真的是笑到病鬼，我真的是笑到病鬼。就是为什么翁台都会有那些好好笑的短剧，好好笑哦！我超喜欢学他那个翁唐心，他学熊妹，不知道为什么都是那个口音，那翁唐心。我真的觉得你们应该要叫翁翁去学那个九天玄女，你要叫他去学九天玄女唯一指定姐妹，真的很好笑啦，真的很好笑。我觉得翁翁的声线超适合的，他就800英尺、500英尺，降落，中华路2段55号收到，100英尺。九天玄女之无边之华丽，超好笑，太熟了吧，爆笑，我超熟欸，拜托，超好笑。1994年，民国83年，1994年，这个83年，甲午年，1994，甲午年，你老妹呢？老妹，救命！超好笑。这哦，好香哦，这是九天玄女的香味，你有没有闻到？哦，好吃呢。甲午年，1994，民国86年，甲午年。一直在救命，超好笑，真的是超好笑。虽然一直佩服你的记忆力，但这个方向，你帮我剪 cut， 要剪什么 cut？ 牙没咯，阿潘不可以用太多网络、哦，你也记得太清楚，很好笑。而且。就是看新闻，听说就是真的很多人跑去中华路2段55号，然后就找那个老板领爆米花，我真的快笑死。我跟你们讲，之前我就看过房东阿姨了，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算命的有超越房东阿姨的好笑，真的太好笑了。那老板好像一开始还超疑惑，想说哪样呢？我要怎么学？什么宫廷九天玄女是吗？我看一下，看一下台词。九天玄女唯一指定姐妹，怎么从熊妹变成九天玄女的啊？因为那个翁同心很像啊，你不觉得很像吗？那个翁同心，我不要吃这个啦，翁同心，我在讲话你都没有在听，翁同心，你很奇怪，翁同心。请问郑如薇脾气怎么这么差？超烦。甲午年的话，甲午年83年，甲午年。你老妹呢？混老的。流年应试。很多人说一把英文啦，像一只天竺鼠的人。我认真学。
分出法力，天机不可泄露之玄妙万法。来，他在附近喽，神力满天，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算命？全台湾只有我，赞叹九天玄女，好香哦，这个全台湾只有。那什么？天仙女，九天仙女。恭请九天仙女驾到。八百英尺，降落，降落，五百英尺，中华路二段55号收到。无边之法力，天机不可泄露，只玄妙幻化。我已经玩这个梗玩3天了，就从他上片那天开始，我就一直在玩这个，超好笑，真的超好笑，真的很想学到精妙哎、欸，你好笑哎、欸，问什么？恭请九天仙女驾到，800英尺，500英尺。降落，降落，100英尺，中华路2段55号收到。九天玄女无边之法力，天机不可泄露之玄妙幻法。全台湾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算命？全台湾只有我一个，好烦哦！救命！真的好笑。你应该还可以玩3个礼拜，很好玩哎、欸，真的好玩哎、欸！800英尺，500英尺，降落，降落，你用这个东西把人家成员翻天了。对啊，我没有，我跟你讲 ，Mina 也会好不好？你们下次去找 Mina， 你们找 Mina，Mina 超好笑 ，Mina 那个声音那个声线学超好笑 ，Mina 就是降落。你们叫他去学，超好笑。我已经听过，我已经听过 Mina 版本，你们就听 Mina 版本。九天神女，花栗鼠版，他就是像天竺鼠。来一把玉米盐撒下去，来撒冻一点。功德圆满，救命！九天玄女佛体耶，啊，好笑！嗯，好笑哎。今年走师步，我们肖像一直走在迷音最前面，真的很好笑啦。他们开到几点啊？我好像可以开到个7点吧。Have never seen before， 绿色公园就是改成这样了。你们就看我这次 free 搞不好会有降落，你们就可以开笑。自制名能宣传，我想办法把它，我想办法把它融进那个 MC 里面，好吗？还是融进舞蹈里面，降落。孟老师，拜托阻止他，外地朋友，你们好。好
我好像一直把小偶像弄成John Wick的迷因，到底多执着？这样甘好？什么这样甘好？是甘有法度？甘有法度？你们害我一直变迷因梗，我真的是快笑疯。干我倒！不觉得梦之中最后的手势有异曲同工吗？我就偷偷莲花指。哈哈哈哈哈！好笑。倒灰！我发现我家附近的豆花店真的叫倒灰，救命！哦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们家附近也不算附近，反正就是有一家那个24小时的，就是卖蔬菜水果的。然后我就有一天陪我妈妈，然后去那附近，然后看到那个，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讲说，啊，什么半暝啊出来去菜市啊，看人咧吃水果，然后我妈讲不要再倒灰了。然后我还看了一下附近的摊商，可恶，没有卖倒灰的。哈哈哈哈哈！他妈崩溃！那好笑哎！啊！未承诺别停手，再废墟降落。降落！啊，这我昨天还按给我爸妈看嘞，超好笑。那不要跟人比较，因为跟人比较就是一个字屁，超好笑。哎，老板，你今天那个玉米好难吃嘞，哦，很难吃嘞。班班阿妈，我也是帮过我们。阿胖，我要先去忙晚上的工作了，别嗨过头。好的。哦，这个就是九天玄女的味道，也没有闻到。好笑哦！哎，对耶，张爱玲跟秋萍在直播哎，我们去看直播。找我们去直播。留言是降落中，坐标锁定，不要再降落，降落，降落。互助会同时看两个直播很简单，我看到了，好啊，现在是不是没开播了？对啊，就是在开副账号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是打小朔走。还是我们现在去打架？对，我对对，我在接每日任务，等我一下。没有想可以边直播边玩游戏是一件多开心的事情，而且我边玩游戏还有宣传效果哎，拜托，根本就是假公济私，自己玩的超开心。
欸，这个研发我已经我的那个什么，我的建筑工程已经研发到它竟然下一波要等36天呢、欸，36天合作都结束了，救命！九天神女无边之华丽，36天，对啊。我们现在没有东西可以打，我们可以去打架吗？没有地方可以打架，我们去打架，快点！我想打架。现在城堡姐姐，我现在城堡23级嘞，各位，可以打小硕了吗？嘿，我刚刚要打九天玄女的玄拼成玄了，九天玄女唯一指定姐妹，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算命？全台湾只有我。快，我们要做什么？欸，旁边有一只，这个是什么？哈普钢壳，赶去打啦！赶去打啦！还有那个大脚水怪，赶去打一打吧！那个血都快没了，快去打啦！做事啦，各位，还想混时间啊？真的是，人家如果路过看到我们联盟，一定觉得，欸，奇怪，你们联盟怎么那么空，怎么人那么少？没有，大家都出走了，大家都搬家，笑疯。帮我跟姐姐致意一下，我打的 Your Name， 笑疯，搬家了，即将搬走，欢迎的猪说。你下面还有一只大脚雪怪，快点打架了，不要再混时间了。这只盟主九天玄女上身，说不定人会变多，我是不相信。九天玄女，然后我昨天就想说，哎，很久没有玩那个英雄冒险，因为我前几天我领主不是被抓走吗？然后就没有办法玩英雄冒险，我就还在练其他只坦克，我想说，哎，那我要把其他只等级练起来，但是我这几天都没有推进度。然后我昨天就是看完泪被火烧成之后，我就开始开着那个自动。开始自动，然后这样睡，然后我醒来之后发现，哎，那个画面一直停在那个战斗完毕、那个战斗成功的画面。光明之子很好坦哎、欸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就是我昨天也是刚拿到光明之子，然后我就在思考，就是到底现在还有哪只英雄值得练起来。就是因为我现在已经好几只都40级等了，然后我就是在思考说，就是再来的资源分配应该要分配到哪一个英雄身上，然后如果我要专心升等的话，要升哪一只英雄。找到了一个巢穴，要不要打架？要打架，打架，打架，打架！光明之子超可爱，对啊，光明之子真的超可爱的。阿潘好厉害，阿潘没有好厉害。阿潘只是有工商转转的力量。Hello， 小妮，我只是有工商转转之力。九天玄女无边之没有关系，跟九天玄女没关系。所以九天玄女到底是什么？九天玄女是真的有这个神吗？我比较好奇这个。我们一直就是最近一堆人在问九天玄女，九天玄女，请问一下九天玄女到底是哪位？盟主集结吧。好的，打架打架，我看看啊，我来侦查一波。
真实存在的信仰，真的假的？那大家还在那边一直九天玄女，九天玄女，九天玄女，一定觉得超烦，最近一直被 Q。但听说中华路二段五十五号是一间当铺，现在人比较信仰迷因，他可能觉得信徒增加了。那好笑，这些人女表示不要每天消费我，不要再消费我了。看一下要带什么，开个集结，大家带骑兵为主，工兵为辅，然后大多都是二阶兵跟一阶兵，所以三阶可以带多一点，然后二阶也可以带多一点，啊，一阶就带少少的就好嘞，谢谢。那么我们要集结咯，出兵啦、啊、各位、啊、不用带车车哦，不要带车车哦，旁边那只哈普钢啃快过期咯，出兵900英尺，500英尺抵达博士啦，好烦哦、喔！你们知道那个海巡署好像有，好像就是他 FB 小编有做图，超好笑，就是他就用了一台那个直升机的图片。然后它上面的文案就是800英尺500英尺降落，超好笑。出兵啦！好密密麻麻哦，这画面有点可怕，就是太多线了吧，太多条线在跑了吧，要许我。唯一指定救援电话，海巡也是迷因粉专，真的超好笑。我的探索任务又重置了，你快来玩一下。我现在粮食也一直各种是负，就是赤字的状态，完全不想理他，随便啦。打架！什么？旁边那只大象剩下4分钟了是吗？什么意思？是什么？它剩了23.84%。打架咯！加速帮助，来看一下有谁。现在收到了阿成、小易。很多人呢，感谢大家，
现在大家各种出兵，大家现在都有三阶兵了。还有，我想问一件事情，就是，因为你们只要氪金的话，基本上就是联盟都会收到礼物，就是会有那个购物礼。你们到底是氪多凶？我每天醒来，然后打开那个礼物，都一大堆礼盒，是怎样？大家是怎样？狂氪欸，是怎样？小短腿们走快一点，凶什么凶？什么意思？大家都一直在氪欸，什么意思？那什么？这什么？白星购物礼，白星购物礼，蓝星购物礼，大家到底在干嘛？狂买欸，什么意思？氪好氪满啊！而且我发现一件事情哦，就是你们去看品涵或者小迪啊，或者是雅安那边，就是他们虽然联盟也都人很多，然后也都很热闹，可是就是那个城堡很高等的，就是没几个。但是我们这边是普遍等级都很高欸，大家玩得很开心欸，大家都玩得很开心欸。我会笑疯，我们这边普遍等级很高，你们知道吗？我昨天就想说，欸，我要去看一下搜拔那边，然后就欸，搜拔那边平均等级都没有我们高啊，在干嘛？我们是怎样？家里有事我要先去处理，冠伦拜拜，以后就长期合作吧。对啊，大家是怎样？说好放置型手游嘞？大家你们没有在放置啊？大家是不是都24小时都在线上？你们是不是因为我24小时都在线上，他们就24小时都在线上？那这样厂商要感谢我欸，要长期合作了吧？我只是那个拖后腿的，没关系啦。知道阿潘懂玩，相对认真一点啦。不是啊，没差啦，没关系啦。笑死。这样搞啊，我施压叫人花钱一样，我没有啊，就是大家佛系玩就好，没关系啊。真的，只是我打架打得很开心而已，都在聊天而已，对啊，聊天很开心耶。还有哥要来聊天呢，你们他把哥忙死了，我们还叫他玩游戏。欸，不是应该要来个认人大会？不是那个太医是哪位？平常我这里有太医吗？我们现在直播间没有太医这个人吧？不知道，我现在应该要来个认人大会，对不对？救命！你们都是谁啊？厂商应该没想过大家会这么有参与感，虽然只有一个月，很好，很开心欸，很开心欸。他姓八神吗？八神太医。对啊，这边有个太极啊，太极，这个太极 CP08 这个啊，谁？我来认人一下好了，我来看一下我联盟的成员，联盟成员。这个万傲气江湖万是什么？怎么看起来很像草莓酱啊？这个万傲气江湖 是你们去看，你们去看联盟成员，我们一个一个往下看。一个是这个什么？是什么？他绰号是傲气江湖欸，谁啦？是不是草莓酱？感觉就是草莓酱，对不对？然后下面那个 Alan Wen 谁？他说231，对啊，他竟然就是那个231在那边乱集结231草莓酱，不是他啦，他是雨林那边的人啊，所以这到底是谁？哈？对啊，这个231QWA 到底是谁？笑死！然后这个 Alan Wen 又是谁？我这边超多，就是其实我不太知道是谁。然后我现在才注意到原来暖风有两个账号吗？我现在才看到，草莓酱不是那种进来点点无恭维啦，我也觉得草莓酱怎么可能会点点无恭维？真的很有趣欸。还有谁？我看一下，
这个暖风、冠伦跟 Andy 弟，还有谁？奇月、朱拉米、飞镖、The Rack、AB Hoodai、艾拉、青蛙、顺，然后 Honey 跟叶之恩的草莓犬。好，谢谢哦，叶之恩的草莓犬，要记得登入才不会被踢出去哟。他已经是开始讲话讲到没人要理他，所以阿正到底为什么不回家啦？阿正在干嘛啦？他干嘛不回家？他怕回家要被打是不是？然后这是谁？马丁、吉米、阿义又是谁？阿义，这个 Joy Joy Coco， 这个阿义是谁？前几天不是还有一个新装 Number One 吗？我整个就是哈，谁啊？阿义是谁？阿义是谁？我朋友啦，哦，你朋友，好哟好哟。然后再来是阿凯、小易，然后牛奶锅，然后这个那三四二七，我也不知道是谁 ，N A A A 三四二七，记得一下。我们家附近越来越普。评级啊，真的很难挖啊！你们就一开始就挖了这么勤奋，但还没东西可以挖。你们可以挖完再搬家回来啊，不会这样，很多不知道，对啊。然后我们军师查查、诸葛查查啊，陈月月、nano 这个啊，这个，我一直很想问这个 pe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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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底是谁。有一个 pe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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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知道吗？然后这个 pe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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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天都会运资源给我，欸，超常运资源给我。 pe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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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底是谁？是企鹅吗？真的假的？哦，是企鹅吗？我想说，欸，pen pen pen 什么东西，原来是企鹅哦。可以设定一下昵称吗？可以设定一下昵称吗？对，是 Penguin 的 Pen。人间观察家，原来企鹅在我们家，真开心。他这个 Rochester 谁啊？这个，我平常看到 Chester， 我会想到切尔东，但是我想到是谁啊？是吗？他也不太可能是切尔东，切尔东一定是在面面那里，不是吗？那这个 Rochester 又是谁？我帮你叫某乐进来哦，大丈夫的是哦，不用，这是很多我不认得的 Rochester 黑鸭哦，是黑鸭哦，啊，什么？竟然是黑鸭？我一直以为黑鸭退坑嘞，我一直以为黑鸭就退坑嘞。对，切尔东在面面那里，我偶尔去侦查他，你去侦查他干嘛？你们在干嘛啦？我说黑啦，什么啦？什么黑啦？什么意思？马丁关紧闭什么啦？谁啦？什么意思？听不懂，我听不懂什么？哈？算了 ，BJ 四，好，不解释，好，没关系。我们往下看看，新一、小硕、惠商、太一、阿贵仔，然后 Tim 应该就是我们认识的那个 Tim 吧。也就是那个 team 吧，就是那个恩腾新的那个 team 是吗？是他吗？简恩腾新，他刚打那个黑鸭是黑鸭的意思，打得太歪了吧？傻眼。对吧 ？Team 应该就是那个 Team 吧，应该是吧？嗨呀，然后土豆就土豆，然后 Andy 安，
土欧西到底是谁啊？这个巴黎女乐，我老公到底是谁？谁啦？很粗哎、欸，太粗了吧？谁？谁那么喜欢巴黎女？卡库欧西到底是谁啦？因为他把绰号改成那个四月 TP 生血赶紧预购，我还真的不知道是谁。我在进行认人大会，大家可以帮忙吗？大家可以帮我一下吗？我真的是越来越不知道大家是谁。Hello， 翔欸，你说人家厨，你真敢讲。哎呀，还好啦。还有那个 Takashi 是谁？ Takashi， 那个笑笑就很明显是笑笑。剪影片那个不是婷吗？所以婷婷啊，哎，很多人欸，气死。不知道是谁啦，到底是谁？我很多不认识的。谢谢翔欸送的学霸，好可爱哦。大概是阿贵仔，嚯，他有改吧？嗯，为什么我这边没看到？为什么这边没有？现在实力排名前三谁？实力排名前，大家很不给力耶。第一名是玉峰，然后第二名是艾拉，第三名是雷。然后第四名是查查，第五名竟然是阿正。Hello， 大家前五名就是只有一个是原本就是 M3 耶，其他四个是八五四。大家，贵的英文不就塔卡西？当然有呢，是不能是阿正吗？不是，我是说很夸张哎，前五名，无力氪金我穷。哎，我实力排名竟然只有第七名，不行，我要直起直追了。我这样对啊，身为盟主，是不是应该要再更强一点？工商战钻的力量还没有用完呢，我不知道这一波工商战钻用完还会不会补充欸，好可怕哦，可以再补一次吗？欸不是啊，重点是我用工商战钻我都升得这么慢了，那些没有用工商战钻还升这么快，大家到底是氪了多少啦？到底是氪多少啦？你各位你渴望力量吗？你公演完再来冲啦。我觉得笑笑一定也是多账号，我也觉得茶不思饭不想，整天只有采集。我的目标是在抽奖结束前追到盟主欸，会吧三字不知道你。我现在还有138K 的钻钻，天文数字。对啊，欸，御风玩的超级起劲嘞，为啥？超多天哪！不是，你们就要想，我已经用了这么多钻钻了，然后我现在实力排名还没有他们高，那他们到底是玩多凶？VIP 14大概要多少钻？无法想象。我现在还是 VIP 9，我没有想要升上去的意思。我想要9就蛮够用的，9就蛮够用啦，用到14太夸张了啦，不用啦。好可怕哦！好可怕哦！大家怎么？什么免费缴全金是什么？什么是免费缴全金？什么艺术？氪金大佬等级反正很难了解。对啊，大家玩得好凶哦。
他说我们到底走到了没？我们是不是走很久了？我们还没走到那个巢穴哦，好远哦，好远哦，还在走。VIP 十四的能力，我看我看 ，VIP 十四。可无限使用冒险之心，无限使用，可无限挑战精英英雄冒险，无限使用，一次开启所有联盟礼物，一次开启，哇哦！我有点不想知道升上去要多少，升上去会不会我就没有赚赚了？我现在九哎。我现在九，好可怕哦！我要升到十四要多少啊？对啊，九到十四要什么？好可怕哦！哦，对哦，还是要使用，对哦，还算还是要使用哦。那我冒险之心也没那么多啊，九天神女的九。138可以会用完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也很想，我也很想知道。全免费桥都金色，好夸张哦！好夸张哦！感觉超多哎、欸，他间隔都倍率的转转，对呀、啊，很可怕呢。你要试试看嘛？不要，我不要。我现在这样就很满足了。我这人是知足常乐，知足就好，就是对，没有关系，真的没有关系。对，有点可怕啊。我觉得是有点大可不必啦。我现在统御等级52。然后其实我没有在用锻造厂、欸、就是其实我不知道要锻造些什么才好，就是我锻造厂就是一直放在那边，然后其实我没有在锻造。有什么可以锻造啊？要锻造什么？到底是要锻造什么？就是真的有东西是我锻造的起来的吗？你们有在锻造吗？你都没有做衣服穿吗？原本官方就送了一些衣服，所以我现在衣服是这么满啦，但是我现在不太知道还可以做什么装备。可恶结果发现我本来装就很多，就是不太知道应该要做些什么。我们打的东西吗？点击已筛选，也不是这样子用啊。你说我们打到的东西可以合成什么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天哪，看看。哦，什么白色、绿色的，可能我就做得起来是吗？可能就有办法做出来。哦，我们走到了没？我们还没，我要走3分钟，太久。打魔物掉的材料能做比较好的装，我觉得二级魔物、三级魔物好难打哦，那个血都好厚哦。我已经英雄普遍等级都升到40等了，还是血太厚，打不动。6:43，门开到7点好了。格里芬系列的格里芬之爪好像不错，好像格里芬之爪。为什么讲话都要
算命的呢？我们讲话都要这样子吗？我想去乱打路人呢，可是我又舍不得把我盾解掉，因为我等一下又要出门。我现在解掉，就是很浪费那个盾。好，今天半夜又来打人哦！今天半夜来烧他全家，金派烧他全家。冷静。而且我边境之门完全没有玩欸，我是不是应该去玩一下边境之门？可是我就很懒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边境之门就是很吃时间，然后我就很懒，然后就那个英雄冒险比较轻松，我就给它放着，然后一直压过去这样。我现在已经在，大家在哪里啊？我现在英雄冒险已经在第五章了，超快。边境之门很，谁家说出来？没有，我们旁边不是很多路人吗？我想说就是那个路人呢，就随便挑两个去打。边境之门很难啊，边境之门，我来玩一关好了。无咱嘛无代志做，对吧？随便拍，用英雄放前面谈，放前面谈哦。不是啊，就很难啊，就是很烦，真的就是很难打。我觉得我当初用自己的账号，我也觉得这很难打，就是都是那个边防塔，烧不过去。我就觉得很烦，你知道吗？欸，好像可以耶，还好啦，还好啦，好像比当初玩的时候好一点。这个边境之门真的是很难打。喜欢金马吼，你看都是这个塔，他就一直炸我，然后我也只能放着给他一直炸，你知道吗？气死人！就都是这个边防塔，我就随便带，你知道吗？没有战略可言。反正我已经每天开宝箱，我卡片的强度应该是蛮高的，所以就就直接利用卡片的强度打过去。耶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其实我不知道边境之门的那个奖励好不好欸，边境之门的那个成就达成的奖励有很好吗？还是其实还好 ？Hello， 朱里恩，天哪，朱里恩到底为什么一直没有过审？朱里恩，你是不是已经放弃了？那朱里恩是哪一个？朱里恩是哪一个环节出错了？我有看到朱里恩一直在我们家附近，但是他一直没有过审。就是我甚至我有看到他在申请我们联盟，但是我一直没有看到他过审。别人猛的海鲜飞走，哭哭，哎呦，打完了，终于飞到了，是不是啊？回家要走八分钟，救命！回家要走八分钟啊，各位，我要用飞马靴了，使用飞马靴，真的是不想走这么久欸，反正我飞马靴很多，陪我走两分钟到，现在真的是就是。我跟你们讲，这个就是一直用飞马靴，然后你的那个小兵就会变成那个火影忍者，好可怕哦！打完之后，这个回家路线实在是有点密密麻麻的，我觉得恶心。你是带我们去远的要命王国吗？不是我，这是谁叫我去打的？是谁找的巢穴？不是我找的，撇清关系。它加速可以叠加，真酷。对啊，很好玩呢。
好，我继续玩边境之门。什么？敌军倾巢出国？什么？嗯，我什么？什么？没搞懂。是我啦，对不起，土下座。哎、欸，我而且我换了，我换了那个包膜，就是它就变成那个防窥了，所以其实你们是不是看不太到我在玩？这样看得到吗？好像可以吼，只是很小而已，但是没关系，大家就。边境之门，很凶呢，很凶呢，都直接用这个火球术。我跟你们讲，我最喜欢用的就是火球术。火球术，轰丢过去，然后他们就死光光。谁给你出兵啊？我就是一直丢火球就好啦。而且火球还可以把他们敲晕了，火球术。轰！火球术轰！那火球术轰！再来一波火球术，轰！耶，赢了！后面就不能只靠火球了，我最喜欢用火球，就是真的是不是啊，就是很省时间啊。你还在那边出兵，你还在那边等他慢慢打，不用了，你就火球出来，轰，就全部炸光光，多开心啊，一点压力都没有。现在又有人说是什么黑暗巢穴，朱拉米找的，我看一下，这个在哪里？35公里，我侦查一下。等大家到家我们再出兵好不好？你们看到这么多人还没有回家，这么多人大家都还在路上呢。想看你碰到这后面怎么玩，就是把那个火球升得更高，然后继续丢火球。超废。欸，我现在火球已经六等了。每天一直开宝箱，开那个免费宝箱，我就一直升级我的火球术，然后一直用火球术。2-6怎么过？那只鱼人很烦，我还没过到那啊，大家。等，就开始了，我现在才注意到它开始了。等 ，stop。嘿，丢火球。再继续丢火球。不小心把它滑掉，你们会这样吗？我很常玩边境之门，然后就这样，就是不小心滑到跳出那个画面，笑死！丢火球，继续丢火球，反正就火球丢出去，他们就死光光了嘛，就是丢火球就对啦。你就不知道要干嘛，就是丢火球就对了嘛，对不对？完全，这游戏完全不是这样玩的，但是我就是，对不对？一直滑出去，快被自己气死，就是我，气死！要几关都有，我是玩到这什么？这才在1-9哎，超级前面的。我另外一只就是原本那只账号已经玩很后面，但是我就是现在就是对，还在很好笑的地方，很前面哎，我超前面的。随便啦，出去输了之后再说啦。我就看你只靠火球可以到第几关，可以啦，火球很好用。我跟你讲，一开始就丢火球，要把那个边防塔丢爆，把他的边防塔丢爆就对了。不知道这游戏怎么玩，丢火球啊！这游戏怎么玩，丢火球就是了，对不对？丢火球就会赢的啦，我跟你讲，真的啦，没有骗你啦。丢火球还可以把它敲晕呢，拜托我这么好用，火球这么好用，不用吗？火球万岁啊！那就等这些人冲过来，然后再丢一个火球。
等他们冲过来，然后再丢一个火球，这样。然后继续丢火球，还在丢火球，我一直在丢，只会丢火球，没有啦，我还是有战略好不好？那个火球不够用的时候，先丢个马卫兵，还在继续丢火球。然后按金色雕像就按到边境之门，我也是，我也一直按到，气死！我偶尔我要去那个边境之门开宝箱，然后结果我一直按成那个英雄模式，气，一直按错。江江，你看又胜利了，这是这游戏怎么玩？丢火球，超级暴力破解法，就是你每天一直开宝箱，然后开到就是。都这么多天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同一天开始玩嘛，我就每天一直开那个免费宝箱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没有花钱，没有花任何工商赚赚在这个地方，我就是一直升级我的火球术。就不管怎么样，就是丢火球就对了。这个很烦欸，先把它炸死好了。你们很烦欸，借过好不好？捉鬼，什么？他丢一件我就死光光，救命！真的假的啦？等一下，等，不行，离开，好像不能带这个，这个要带这个叫什么？不能带祭兵，这是不是要带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什么？不知道叫什么，等一下是要带什么、啊、弩炮是吗？应该是带这个，然后好像要从火球变成那个暴风雪，就是把它冰起来，冰久一点那样。攻击力很低啦，不开心耶！来，他出来，我要冰他，冰死你！我是冰死你！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玩，但随便啦，应该差不多吧。多放一点边防塔这样，多放一点车，嗯，欸，我不会玩的，糟了，我要死光光了啦！等一下啦，我死光光了啦！救命啊！救人哦！他再一见我就死光光，怎么打啦？这个怎么打？我们现在遇到这个 boss 暗夜乌鸦，他成为边防卫队的克星。边防卫队，所以谁是边防卫队？边防卫队是不是就边防塔？所以我不能带马卫队，我应该要带什么？我应该要带剑卫队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暴风雪超没用欸，我要把暴风雪拿掉，暴风雪超废啦，气死了。一定要带边防官吗？我觉得不用边防塔，我觉得还是带火球。那你多喜欢火球？属性相克还是要看一下。我觉得这样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这样不错欸。我就换一个边防官。我觉得暴风雪超没用的，我不要
不要抱同学，我气死，抱同学超没用。这样，然后多叫一点健卫队出来打。健卫队出来打架，快健卫队冲啊，可以耶，他没有烧死人，救命，超好笑，他真的死掉了。感谢各位的建议，我就一直叫健卫队出来，他就被刺死了，我快笑死。原来是要近战的部分啦，啊对吼，因为他是哦对吼，因为他是弓箭手啊，那我就是把他刺死，就对对对，刺爆他快，走，烧他全家，走。好，我等一下就用火球术，我现在忍了很久，火球。果然是火球最好用，好不好？拜托，我刚才不是用火球把它烧死的。Hello， 帅人，刚刚那个看起来蛮前期的时候，那个，骑兵队放下去打地下攻击高的时候可以用。可是我刚一开始丢骑兵队，然后他死光光，超傻眼，死得太快了吧，尴尬。原来边境之门他没什么玩，对呀、啊，我没什么玩。就是我知道这游戏的主线根本就不是边境之门，所以我就没有玩，就很懒惰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们都到家了没？我们要去打黑暗巢穴了，我们要去打第二个巢穴，谁还没到家？你们很远呢、欸，阿贵仔超远，还有人在哪里？我看。最远就阿贵仔还在这里，阿贵仔还在山脉上，太远了，救命，超远，该回家了的。我看一下侦查报告，侦查报告，他一级兵。他一阶的兵比较多，他二阶的兵很少，所以大家都带二阶就好。那好像不用特别带到三阶，但如果你三阶比较多，就带三阶。然后，分析一下哦。怎么看啦？我每次都看这个相克的那个表看很久，我每次都看超久。所以骑兵跟短弓手比较多的话，就要带工兵跟步兵吧，工兵步兵多带一点，哦。步兵，找了。我们去打架，工兵步兵多带一点。感谢各位，马上去打第二波咯，然后继续玩边境之门。现在几点？七点嘞，各位。七点嘞，虽然我还没有要出门，但是七点嘞。是不是要准备关台了、啊？好像是时候可以准备关台了，是不是？是吗？我现在竞技场排名已经是1299了，各位，1299超强哎！关台啊，继续打架，
不等找个玩玩什么？不等找个玩玩。可恶，时间过好快，大个人没差好不好？反正我都在线上，你在想什么？我不是还在线上，棺材要继续打架。我竞技场一直滑下来，超伤心。我建议你可以，阿成可以就是可以花好几天，就是你英雄列表这里啊，不是有个就是还没有招募的英雄，然后你按进去就会有那个精英这个，就有精英，然后。精英这个我通常就是会直接开自动，就是它可以快速刷十次，我就花个三五天，然后每天都在刷那个，因为刷那个出来的这个经验值的大餐才可以自己分配给每个英雄，然后我就是会分配给几个攻击力比较强的跟那个金嗓子。这样就不用怕英雄不在家，这样你可以先让他出去采集什么的，然后你就用这种方式刷经验，这样，然后把他等级升高就可以。然后这个其实就是那个配队伍的方式，其实就跟就是玩一般游戏一样，还蛮简单，就是一定要带一支坦克，然后一支主要攻击，然后一支把人家敲晕的，跟一支奶妈。通常就是这样，就是坦克跟火球，不是火球，会选星星加成的嘛？我不会特别选星星加成的，因为你等级堆高就不用理别人。然后竞技场里面有个霸主的坦克，只有竞技场可以用，就寒冰领主就是竞技场基本上。就是排名高一点的人都是带寒冰领主当坦克，所以如果你没有阿波，因为我的坦克是就是我的领主阿波，但是阿波就是要氪金，那你就不想氪金的话，你就用寒冰领主，寒冰领主是不用氪金的，你玩到后面的关卡就会有，玩精英关卡就会有，所以就是寒冰领主是竞技场霸主，大家可以就是。考虑把它练起来。如果你很想冲竞技场的话，竞技场真的蛮值得推的，因为那个就是排名很值得推上去，因为他每天都会送钻钻，他每天都会收这个钻钻，送这个钻钻，他会一直送钻钻。你要跟阿波阿多做朋友吗？要啊！二三一也派兵了，从天边来的真女。二三一做事了，真是太惊讶！竞技场我的排名还在9000多，可以去玩一下啦。每天才五次，就是去刷一下，反正它都是全自动，被迫全自动。然后这礼拜开礼拜几？我是不是明天还要开直播？好像是明天耶！救命！好像就是明天耶！我是不是明天又要开直播？是吗？安吉，好像是明天，对不对？好啊，那明天再继续玩，然后明天我们来把那个上次那个珍珠美人鱼贴纸开完。好的，那今天就先开到这里，晚点榜了。今天第5名惠香蟹，惠香第4名剑骨蟹，剑骨第3名是芋头蟹，芋头什么芋头好吃？第12名是珠帘，谢谢。然后第11名是斑尾蟹，第10名超哥蟹，第9名是响蟹，第8名是鸡米蟹，第7名是泪蟹，第6名是中影蟹，第5名是德瑞克，第4名是朱拉米蟹，第3名是马丁蟹，第2名是阿成，第1名小英，舞蹈版 MV 出来了，我以为你要练 AKB48 的新单舞蹈，我想说我已经跳过副歌了。我想说，我已经会跳了。直播辛苦了，大家拜拜。我今天还要上班，救命！
就鸭子煮店，我等下去比赛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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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我才不要化妆出门，啊，去卸妆了。那趁出门之前再躺躺一下。加你，明天见。